係咯，呢個咩嚟？雪菜肉絲眼枕頭。佢啲肉絲係點？衣白。啲油加我呢個，係啦，就係夠咯。成了一角的泥沙，没有固定的方向。别问为什么要离开，什么时候回家，让路上过客成为我的伴。走吧，继续走吧，寒夜继续留吧，还有明秋冬吧，让笔墨游走前程，天空大地是永恒，就算只有自己一个，没有我那一刹，世界就是那一刹，我就是那一刹那。走在最高的山上，才知道在地上离远看多依然，要等多久大浪才能长高，多高回头也是岸，不遗憾刷上记忆的模样，让我坐上快让大浪吞没的船，让我选择每一秒在放空，跟自己在对话，对着世界叫嚷，就是不停下，不能停下，不能停下。每天想法不一样，经历为平淡调色，就像自己做的选择，感受随意飞扬。走在最高的山上，才知道在地上离远看多依然，要等多久大浪才能长高，多高回头也是岸，不遗憾刷上记忆的模样，让我坐上快让大浪吞没的船，让我选择每一秒在放空，跟自己在对话，对着世界叫嚷，就是不停下，不能停下，不能停下，对着世界叫嚷。Thank you.
走上最高的山上，站在最高的山上，多高回头也是岸。你呢？所以他佢哋就要翻几多年咧？哦。抽獎啊！抽獎！今日嘅情況，我哋都抽獎冇信心。是怎么样？但有这边可以 scan， 有的话它会显示 congratulation， 然后我们再去兑奖。是 KK 嘟的，是啦 KK 嘟嘟，買了個平價少少的幾場節棍 cons， 你行得唔近佢好大啊！我哋今次旅程有少少的阻滯，
但係都叫順利嘅，但係抽唔到獎，抽唔到獎啊！我諗咗佢兩個一定有一個抽到獎噶嘛。文杰，退税，有5%可以退税嘅。五八八。如果你真係有啲咩要買嘅，冇嘅。唔係㗎，好似我今次要買好多嘢食，我同同事食嘅。新鮮啊！我哋以前嚟好前兩年，新鮮人。唔係啊，上次都有睇到呢度。有呢度噶啦。六。但佢想六，真系唔知佢係啊，台式飲品啦。係啊係啊，我入咗錢先，因為我哋抽唔到獎。係，又抽唔到獎，咁停啦。呢個加值機。OK OK， 好入啦。鹽都先，依度唔得，隔離。台北啊，台北啊！爭幾多咧？飯廠？佢個價錢一樣嘅，佢快唔快速都係。係咩？就即係走嗰陣，我隔係唔知幾點先入飯廠。嗰間係直頭車，但係佢去另一個方向。呢個開頭嘅旅程點樣咧？進行到，只係有少少唔順。有咩唔順咧？都有少少唔順。例如由今朝早起身開始，跟住我隻手指尾又甩咗。你的手指尾甩咗，好痛喎、啊，大佬。跟住去到機場。都冇乜嘅，其實都入到去 launch 嘅，只不過冇個位啫。跟住上到飛機，佢又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啲通訊設施壞咗，要換電話。佢拆咗兩個電話出嚟，換翻三個電話嚟。跟住換完電話，又話自己有啲乜嘢排唔到位，跟住跌咗一個鐘咁樣咯。跟住我又抽唔到獎咯，心心念念諗住我哋兩個實親到過噶嘛，抽唔到獎咯。跟住而家落到嚟，佢普通車路，佢又唔係直達車路。眼泛淚光，好慘啊！但係其實有順利嘅，我哋都話曬係嚟到台北噶。好啊，跟住去邊啊？去我哋第一間酒店啊。好啊。係。
我哋去幾多間酒店啊？今次會係咁去轉酒店，去四間酒店。OK。有冇食噶？都會用嘅。我先睇咗佢藍色線。係啊。就喺依度。哇，隔離啊！都近得幾過分。嗯，都行李係好好噶。唔使攰攰嘅，攰得嘅。Please.